平度人今年一百个重点发图，平度热带农业不浪费，第一个是太快乐，因为今年会在天球的主题和老中华今年热球台联盟有关系，人气也绕墙的加盖今年热球的球项，球下来参加快乐时，所以也下来动作的球迷，球下来协助留纪念，请发出胜利彩带。2022年平东的保费闹的开幕，因为今年彩费外天的主题是中华职棒台联盟各个球队的上位的图形，故所延期在发通期间也会安排几下场球神签名会同球迷互通，来看看喜爱的哪一个球队啊，从哪里长出来，这里都是一个一探究竟，也是一个农业的绿色环境教育的场域，会有球星的这个签名会，所以如果喜欢我们这些职棒球星的这些球迷们，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跟你喜欢的球星来做互动。除了彩费无的天以外，占地30公顷的热博费园区，还有阳春花海、挂果长廊、肥姑娘散步同农业设施，也都多年的主题。故说开幕当日，有上了5万少民众来参观。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更认识。就是中华职棒目前有哪几个队伍，然后可以多参与一些运动的一些风气这样子。一进来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的装置艺术，然后看到中华职棒的那个稻田的彩绘，觉得很漂亮。因为更加多在防疫的期间，故说屏东县政府按照中央防疫的标准，采取4.6至6.6，游客在一边前量体温，一边后全程戴嘴罩的。人期间之饮食也要措施，以免引发疫情扩散感染。客家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。